你谁？我是小千啊，你不认得我了吗？我是小千。Hey, Xen, show time！ 马上就露出我的真面目给你们看看。自我介绍，将将将将。小千的名字很重要，小千的名字是 Xen， 中文名字是小千，可以叫我小千就好了。年龄这个也很重要。对，今天的介绍都很重要，你们要认真听。等一下不会考试，可是还是很重要。年龄是永远的19岁，耶、yeah ！小千是黑猫，小千的种族不是茄子哦，这个很重要，是黑猫不是茄子。小千的家乡是台湾台北市，小千是一只都市的猫咪。小千喜欢的颜色就是紫色，看小千的服装就知道了，超多紫色的。那最喜欢的食物是茄子和泡面，小千超喜欢吃泡面的，什么口味都吃。讨厌的食物是秋葵，秋葵就有一股草味，不喜欢。小千不喜欢青草味。小千的职业，小千虽然是一只黑猫，但是在一个人类公司担任行政助理。小千以前是企业室，不过现在是个人室，所属于某某某团一起生，耶、yeah! ！小千的兴趣是学日文、唱歌，还有弹乌克丽丽。小千很喜欢唱歌，当然不是好听的那种，不是好听的那种，可是是喜欢的，喜欢跟好听没有成正比，对。小千刚刚有说最喜欢的食物啊，最喜欢的颜色，但是小千最喜欢的是一起支持着小千的大家，耶、yeah ！没错，小千最喜欢的就是你们大家喽。